今天当着众人的面插手无主是管理手下，倘若因为你拖延了陵墓施工进度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呀，朕问你，如果哲理反了的话，你们岳家的汉骑军该何去何从呢？岳家当一生相随，美味啊！ 你烤的这个羊肉实在太好吃了，你有意思吗？抢我一小姑娘的口粮。